四月，有一位日本明星来到了上海，他叫藤冈电，是主演了很多部日本电视剧和电影的超人气演员。你要拍照？我要收钱了吗？给我钱。我们多少钱？哈哈哈哈哈！今天价收钱。あれをどうですか？あのインドネシアでレンジストッパーとして仕事して以来払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そうなんだ。その人の技術をもらったんだ。魂を。だから本当にいるんですかレンジストッパーって？仕事でもクレジットされるぐらい。今日はダンスしてる。これがいいんだよね。中国の公演はこういうのがいいんだよね。藤冈电可以流利地使用日语、普通话、粤语、英语以及印尼语，拥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想和哪位中国明星合作？甄子丹。那是动作片。对，动作片。我想做动作片就对了。对。哪个和自己最有相似？基督山伯爵。真的吗？藤冈电曾经在香港和台湾发展，出演过《不良校花》《转角遇到爱》等电视剧。之后，他得到了出演日本知名电视剧的机会，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现在不仅作为演员，他还在各个方面大展身手。因为您的工作太多了，做音乐、演员、导演、主持人，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一个，就是你最喜欢的哪个客座？哦，不好。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喜欢，啊，他是那个第三的经纪人，中国人。他是日本人，但也不是日本人。他的性格不像日本人，是吧？那你也是中国人，对，假日本人。いやでもね、そう、まあ、なんか自分は認め自己是亚洲人、なんかまあ日本人だけど、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とアジア人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しっくりくる。そう、一番しっくりくるから。こういう。这次藤冈电为了举行自己的首次海外巡演，来到了上海。他为这一天准备了十年，终于迎来了梦想中的演出。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拍摄第一天，导演为了这一次的贴身访问，一年前就开始与藤冈电的经纪公司联系了。你好，你好，你好，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竹内と申します。どうもどうも。欢迎来上海。谢谢谢谢。第一次来上海。不是不是，我来过很多次。来过很多次是吧？你呢？我住在南京现在。哦，对，你来这里的理由是不是？哇，他说的中文呢，比我好多了。没有啊，不行了。就是我一直想问你，就是你为什么，就是你来这里的理由是什么？来这里的理由啊，就是我想做有意思的事情。嗯，对，如果在国外挑战自己的话，很有意思嘛。没错。对。那你来这里之后，遇到你现在的老婆是吗？不是，我是在日本人。是。现在变成他采访我。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很有趣。是吗？你的人生比我有趣很多了。对，而且你住过好多国家嘛，印尼也住过。对。藤冈电从日本高中毕业后来到了美国，随后又作为背包客跑遍了亚洲，
之后在香港被星探挖掘，进入了演艺圈。2006年，他将工作重心移至台湾，作为演员大显身手。2012年，他和印尼妻子结婚，移居雅加达。2016年，他回到东京居住。这一天的午餐是藤冈店非常喜欢的港式料理。他是广东人。啊，你好。啊，对，他是摄影师。谢谢。我是广东佛山那边的。哇，还蛮。系。要跟女生搭讪。搭讪的是。搭讪的话，我点管啊？你好，靓女。靓女，靓女。靓女。靓女。搭讪翻屋企。这个是冰的，你要喝冰的吗？不用不用，就他不喝冰，就不喝冰块。唱歌之前，你真的是中国人，你喜欢喝常威的是吗？对对对。哎呀，但是真的是中国人，不喝酒，喝酒，不喝酒。嗯。哦。现在就在日本吗？对对。但是你的家不是印尼吗？对啊，我老婆跟就是小孩子们都在雅加达那边。对。所以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是吗？对。对啊，所以这帮社会朋友啊，最初ヒデさんとも打ち合わせしてたんですよ。竹内さんの敬語聞いたことない。もう中国人だから。日本語すごいわかる。全部打よって。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刚来就活在日本的时候，非常不习惯讲那些敬语。那个もう出てこなくて。虽然日本是我的母语，但是敬语全く普段使わないから。对。我也是。あと俺お辞儀ができない。まあ、昔からあんまできないですけど、それは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やっぱり偽日本人なんで。それできます。できます。今は。あ、そうですか。今は。シュアホイラ。最初は全くもうなんかねえ、できないですよね。なんで握手しないんだろうと。そうそう、ここから入りますよ、絶対に。別れる時もこれで。すげえ冷てる人たちだな。2015年、藤冈店因出演 NHK 的一部电视剧《阿浅来了》而走红。作为在亚洲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在日本重新出道，他被人们称为再进口演员。我当时我觉得真的就是 lucky lucky 幸运。对，其实我这一辈子当过新人4次了，那过了三十几岁之后，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当新人，又是当新人，然后从零开始了。抵达演出会场，这里是藤冈店首次海外巡演的第一站。以前来过这里的这位乐队写了吗？里面有没有？ゆるふわ来てたんだ。ゆるふわ，日本的乐队吗？对啊，嘻哈的。来吗？有事有事。这一天，藤冈店喉咙的状态并不是很好。那呢？啊，それで薬の急出しちょっと早めでもいいかもなと思って。あ、わかりました。シェシェ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たら、もう拍手の中で、はい、分かりました。何？まあレイブ全部終わったらでいいんですか？はい、はい、最後。あとはなんか、クマ、あれパンダ、パンダ。ここに模様があるじゃん。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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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みません、今から着替えてメイクします。他没有化妆，我们要出去。这次演出究竟有多大规模呢？比我想象的小，比较小，好厉害啊！他是日本的大明星哦，他在大陆完全从零开始。藤冈店2008年在做演员之外，正式开始了音乐活动。据说他一直想着要办一场亚洲巡演。加油！
为了这个去做这个巡演，对，你准备了多长时间？就是2008年开始，就是那时候我决定了离开台湾，然后移到雅加达，印尼雅加达那边，就是一边写歌一边找可以合作的制作人啊，其他的那个音乐人，所以那也是就是我10年准备之一了。哦，终于有这个亚洲巡演的机会了。すごいね、それはすごいですね。ついに来たって感じです。这个阿吉亚在里面没有亚，就是雅加达吗？有。为了回家。没错，一定放肆的。演出开始前一个小时。我是一个利诺啊。有不够客了。还是日本，比较客气，所以写的比较少一点。如果我的话是大。没有我们单位，期待现在的心情怎么样？现在心情哦。有一点点紧张了，可是，对，好兴奋，终于来到上海开自己的演唱会。对。晚上7点，迎来了开场时间。完全没有感兴趣的。对。这种感觉。你好。对。你好。拍合影吗？拍合影。我今天形象不太好。好吧。没有人想跟我们拍合影，被男生也拒绝了。好多人啊。主办方正避开自己的区域而向舞台。手卷旗帜，挂下。他是我们的员工。对。我用那个竟然来到这里。何其梦的工资来买的。是吗？你喜欢他的哪里？他的歌好吗？的歌好，然后就很有才华，然后演戏。是吗？对。真没想到你会来。演出终于要开始了。Thank you for bringing us here in Shanghai. We're here to worship you because your unfailing love is what unites us. Let us have the best show ever today here in Shanghai. Yeah. 上海，我是。一直在几千人规模的会场开演唱会的藤冈电，在国外完全是从零开始。他的音乐运用了说唱、摇滚、抒情曲等多种表现形式，自由地使用日语、英语、中文进行演唱。大家好，我是电藤冈电罗奇先啊，阿奇先吧。其实呢，我也想问你们，你们有看过我以前演的那些电视剧、电影吗？有。
知道我是贾斯勒哈，安藤峰就知道了，还是日剧里的主任，你知道。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特别重要，这次的亚洲巡演 Asia Tour 的主题曲，居然是一首中文歌。那谢谢谢谢。飞起了火鸟的迷人摇动，当风干息时候就飞到另一片天空，换个角度看世界依然温暖如昨，谁说失去比收获多，勇气在手心紧握，坚持许下的承诺，用笑容面对生活，时间变得冷漠。 Put your hands up，一起抵挡时代，我用歌声回应世界给的痛恨。Put your hands up，我们一起抵挡未来，凡事同感神，是温暖的灵魂。Put your hands up，我们一起抵挡未来。It's story in the making,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上海，我们一起抵挡时代，一起抵挡未来。准备好了吗？放下成见，拾起信念，超越失恋，放下明天。谢谢上海。お疲れ様です。お疲れ様です。すごかったっすね。ノリノリでしたね。楽しんでもらえました。うん。すごかった。疲れないんですかね。疲れます。正直なんです。結構いい年じゃないですか。疲れます。喉とかの調子があんまり良くなかったから、うん、今日途中でやばいかなと思ったけど、最後までなんとか乗り切ることができて、もう楽しんでます自分で、うん、自分で音楽楽しいから、そのお客さん一人一人にも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うし、うん、やっぱ本当音楽好きなんだなと思いました、見てて。もちろんそれは、うん、そうですよ、そうですよ、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わー、あったかい、ほさ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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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面对过于帅气的藤冈店，导演提出了一个很单纯的疑问：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你又帅，你会唱歌，你会弹钢琴、弹吉他，会演戏，还有会说粤语，会说中文，会说英语，你会的太多了。还有会骑马，我也会什么？就是现在有什你有什么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啊，我跟我的家人的距离，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就是印尼雅加达那边，那我是单身的，住在东京，家人是应该是住在一起的吧，对。可是我知道现在是还是要专心做我的工作，然后要好好发展。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还是要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可是同时要负责我的那个就是小孩子们的未来啊，然后对，就是我老婆跟那个我整个家人的那个感情上的关系，所以对，这算是最大的烦恼吧，对。怎么解决？我不知道呀，怎么解决？我不知道呀，嗯。访问的最后，节目组拜托他拍了给大家做礼物的照片。点上？唔知道，你摆个人嘅 pose 都得。在日本、中国、
印尼跨国发展的藤冈店，在他的眼中不存在国界。就是我现在做像这样子的音乐，然后我是希望以后就是会有更多的机会，不只是日本了，就是全亚洲，我希望能够就是循环的继续发展做工作，对，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就是不管是音乐、演戏，我都希望就是亚洲是我的家，我的故乡。搜索何之梦客服，点击左下角视频按键，成为何之梦世界村的一员吧。点击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栏目，能看到更多我住的精彩内容。这集的奖品是这个。